集团知识的怪物猎人小剧场，新地图新怪物皆是绘图会总监。啊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各位好久不见，大家好。话说你最近跑哪里去了？没有，我就请了三个星期假去打游戏去了。请假打游戏还行？对啊，又是轨迹啊，又是暗影幻想的，我都没时间打。那我们前两天发的 PV 你看了没？看了看了，这个看个 PV 我还是有时间的。我甚至还抽空看了你在新加坡耍大锤，怪都快被你们打死了，这个总算把这个斜坡转转转放出来了。怎么样，我打的还可以吧？打的可以还行吧，我感觉这个队友功劳更大一点，但是看得出来你应该是练的挺久了啊。你这话怎么说的？这个是需要练吗？这个本来就这个战斗力好吗？我知道的呀，你就这点战斗力我知道的呀，你看蹦一下被炸飞掉，这很符合你的形象呀。啊哈哈哈哈，这个不重要，最主要的是呢，这个怪最后是被我这个头头妹杀死的。你看最后这一下不要太帅。哎，是这样子吗？我怎么感觉好像是我们大剑侠那位朋友这个给的最后一下。哎，这有什么好争的？你看这个慢动作明显就是我数字跳的一瞬间怪死掉了嘛。啊、哦、行行行，了不起啊，终于这个把怪打死了一次啊。什么打死一次，次次都是我打死的好吗？嗯，瞧你乐的啊，你看你最后跟人家小两个小姐姐拍照片的时候笑的脸都歪了。干嘛，人家新加坡的美女小姐姐 cos 这个来找我拍照，这个你妒忌我啊？我妒忌你还行。 TGS 我也去玩了好吗？哦，你也去了吗？这第几天去的呀？第三天啊，就是公开日。你不知道这个排队人有多少多，一大早就有这么多人排队，桥洞下面还有两倍这么多的人。结果等我好不容易排进去了，跟我来了一句，啊，すみません、その整理券ってどこでもらえますか？本日ちょっと終了しておりまして、またキャンセル待ちになってます。そうですか。すいません。哎呦，笑死我了！就你喜欢笑是吧？那不是啊，那后来你怎么办呀？后来嘛，我就到处闲逛呀。啊，到处看小姑娘。你以为我是你啊？我都忙得没时间看好吗？啊，其实也就那样了，而且一大半都是国内来的。哦，假的樱花妹了。嗯，我估计国内比较便宜吧。牛逼，都卷到日本来了还行。后来我就没事了，就回去坐在地板上等替补。等了多久？大概有三个多小时。乖乖。不过这些也就算了，关键是你们这边谁想出来个奇怪的这拍摄规定？说什么可以拍摄，但是一定要把人或者是手拍进去才行。然后你怎么办？然后当时我也没办法调整嘛，就变成这么一个奇怪的视角了。啊，不过好像感觉打得还可以啊。可以个屁，我新技能一个都没放出来，结果只能老老实玩独孤九剑。独孤九剑可以了对吧？我们锤子不也是只能老老实实这个蓄力锤啊。开玩笑，我隔壁有个用太刀的小姐姐，一开始根本不会用，死了两趟之后操作员跟她说有一招可以原地蓄力上任，她后来全程就是用这招加邓龙剑，大概就比我打完慢五分钟。哦，那你多久打掉的呀？我这样不停的独孤九剑还要大概13分钟。人家菜鸟女太刀侠学会一招之后20分钟过，要不是前面死两次，搞不好跟我差不多时间了。算算，你觉得这个大剑太难了？不是，是这次太刀这改的实在是下限太高了，太简单了。到头来我们大剑党那些新加的这个相杀反击什么的，都是实战的时候不太用得上的。哦，这样子，那别的武器用了没有？嗯，打死那个熊之后，我就那个换弓箭去玩了一会儿，发现这次弓箭确实强，但是如果你不配出什么体术啊、耐力恢复这种技能的话，那感觉根本没办法做人。没办法做人还行，真的呀，别提多郁闷了。好在这次还有我们的赞助商将军对决。好家伙，我就知道有大招。不是你说的吗？这个做节目要经费啊，而且我下了一下，感觉这游戏还挺好玩的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这个虽然是个像素风肉鸽游戏啊，但是它画面还挺精致的，玩起来特别带劲。哦，像素风的嘛，啊，看上去好像有点这个日本武士战国风嘛。对的，这个游戏当中呢，好多角色可以选，玩家的所有操作，诸如攻击、移动、技能等 CD 等等，都是要消耗回合数的。每个回合你和敌人之间呢都能行动一次。啊，懂了，这是策略类型的这种肉鸽，这种我还蛮喜欢的，对吧？就知道你也喜欢。而且这个游戏我跟你说，玩起来还有一股动作游戏般的体感。哦，那这种小游戏还不错。你别看它是个小游戏，它内容还挺多，不仅有多路线和多角色可以选择，同一个角色还能有不同的武器可以使用。每当玩家将自己的角色改造完成后，那种爽快感别提多上头了。啊，这个我懂，就好像这个怪物猎人总算你把一把武器玩得特别好之后那种感觉。嗯，对的。好好，这个赞助商可以的，这个麻烦下次多接点这种。嗯，好的。对了，这个说起来，这个游戏实体版10月31号发售 ，PSN、NS 平台上呢已经有了。哎，喜欢小伙伴的可以去下一个试试看哟。好的，那么再次感谢将军对决对本次节目的大力赞助。好了，我们不扯了，跟来说说这次这个新的 PV 到底奖励的什么钱？好像上次也没讲对吧？一起讲吧。啊，这次嘛，主要是公布了一张新的地图和新的村子。哦，就这个。对，这里叫永牛谷。哦，永牛谷，哎呦，这名字好绕口啊。啊，这个就是本地化问题了，怪人家本地化一杠，就这日语版读起来也很拗口，好吗？是吧？阿布拉瓦基塔，你这个真的是真不知道是谁起的名字。明明给怪取名字的时候都蛮酷炫的，给地图取名的时候就突然间就感觉啊，这个文化水平低了很多，一点逼格都没了。哈哈哈。
啊，不是，我主要就是想这个接地气嘛。嗯，我已经猜到了，就是你想出来的这个名字。你这什么话？那新村子呢？这个火窑之村总可以了吧？哦，这个就有谷里的新村子。对的，这个本作的玩家呢不会固定在一个村子里，随着主线的推进呢，这个玩家朋友们会在几个村子之间相互辗转。哦，触发特定脖子战了。对的，就像这次在这个火窑之村呢，就可以触发一个这个跟迷之怪物黑暗之眼的这个战斗。哦，这个叫黑暗之眼。黑暗之眼只是代号而已，它有个自己的名字，现在不能说。哦呦，这不就是个八爪鱼吗？这不会是 X 里边那个骇龙的亲戚吧？哎呦，怪怪，还是喷火，有点个性吗？哎，设计的还不错吧？而且这个幽谷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个性怪物，比如说这是个早喷龙。哎呦，怪怪，这长太别致了吧？这异形吗？哪里像异形啊？不是，你看这镰刀手，而且你看还有吐舌头，哪里都像啊？哎，好吧，反正这张图上的怪呢，主打一个诡异。哦，是吧？那哎，这个什么怪了？这怪叫这个鹤元兽，也是幽谷这个地图上的这个新怪物。啊，我看出来了，这个应该是这个金狮子的亲戚啊，差不多吧。但是呢，啊，这个攻击动作什么的都是不一样的啊。然后这次心愿大概就这里了。嗯，还行吧，感觉这张新地图还是有点东西的。这肯定的，这很多东西都值得大家探索。哎呦，这什么动作了？哦，这个是长枪的这个骑乘这个下路攻击。哦呦，这一下有点帅吧。然后我们赶快抓紧时间啊，把上次放出这个实际试玩，连同这个 PV 的内容一起介绍一下。哦，这个什么时机啊？这个也是新地图对吧？对，这里叫绯红森林，是一个半沼泽半丛林的地方。哦，来了，这个历代沼泽地图啊，可以这么理解吧？然后现在这个面前这个怪呢，就是这张图的招牌怪啊，这个刺花蜘蛛。哦，这个就是刺花蜘蛛。哎，话说你们这个试玩视频怎么老是喜欢用马大街呢？哎，这个用锤子这很刻意啊，对吧？用太刀嘛，又这个很做作。综上考虑嘛，还是大街比较啊，中规中矩嘛。实战几乎要垫底，你跟我说中规中矩，你语文是什么老师教的？你说？哎呦，怕什么了？反正最下面还有这个长枪垫底嘞。长枪垫底还行，我长枪我觉得人家很稳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你来学学人家这个，人家怎么用大剑？你看啊，我看啊，一刀回空，好牛逼。两刀横砍44啊，撩起来，然后一个铁山靠，哎呦，再跟一招横扫啊，这个我也会啊。不是，但是人家放的这个对吧，行云流水。哎呦喂，还行云流水了，大剑本身就慢吼吼的。哦，话说这个啊，屁股开花挠屁股的这个啊，这个就是这个怪的招牌攻击动作是吧？对的，这个从他屁股上都飞出来的这个花瓣呢，你只要碰得够多的会进入个麻痹状态，所以各位玩家朋友们在打这个怪的时候呢，都要把这个抗麻痹配出来。开玩笑，上来这个技能格这么紧张的，这还配个抗麻痹啊？这组这个抗性防御力什么的还是很重要的。哦，那现在是干嘛了？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绯红森林里的霸主怪。哦，就这个。对，它叫波一龙。哦，懂了，敏波龙亲戚。不是的嘛，敏波龙是古龙，这个不是古龙。可是我总觉得多少有点素材复用。你看他这攻击动作，哎呀，这个哎，对吧？就是敏波龙那个味道嘛。但是特效什么的要好上很多。那必须吧，都上 PS5 了呀。还是崛起那画面那交代不过去了。哎呀，崛起别提了，这个任天堂那个破机器真的是。哦，对，话说这个防反，我这个用大剑的时候很难触发，这个到底怎么触发的？这个要配合这个怪的某个固定招式才行的。一般性的都有特殊前摇。哎，我这跳出来这个蓝色的字什么东西了？啊，这是这个怪的这个特殊的防御系统啊，它这个身上当有水的稍微打上去之后就会跳蓝字，好像还带护盾系统呢。哎，那要是打赢他，用他这个素材做的装备是不是也有这个防护盾呀？你在想屁纸吗？这个你用金狮子素材做的装备是不是要给你放冲击波？其实可以有感觉。好了，别闹，这个最后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啊，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桃毛兽。哎呦，确实这个好久没有看到了。好了，我懂了，这次的这个是不是猴子一家全要回归了啊？被你看出来了呀。不过的回归也不会是单纯的回归呢，每个怪都会加一些新的招式跟动作的。这桃毛兽有什么新动作了？我就觉得他以前只会这个吐毒跟放屁。是的，这个桃毛兽的这些攻击都是很有个性化的，但是你别忘了他这个偶尔呢还是会喷火的。哦，是吧？什么时候？反正哪一座开始加了，好像他会喷火的。然后就没了钓鱼了啊。对的，这次这个钓鱼系统也是大幅度改良。嗯，看出来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钓了。哎，这不挺好吗？这个顺便看看风景，对吧？很好啊。哦，那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啊，为什么这次试玩这个只有 1080p 分辨率啊？ 1080p 嘛，可以了，你想多少？不是呀，这个18年的时候玩世界的时候就是 1080， 那现在还是 1080， 完全没进步啊，感觉就。你要进步嘛，就得问问你口袋里的这个银子够不够了呀。